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，我可以当你的垃圾桶，出气筒也行啊。受了什么委屈？谢谢你今天陪我。算你倒霉。放开我！大家在位置上坐好。你啰嗦什么？紧急启动反恐任务，此次任务以解救人质为第一优先。你以为你们可以离开吗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一个换一个。我不要了。如果你需要我，我会一直在。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一个道歉。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每周六日晚间九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最好的选择。